欢迎参加熊猫人辣酱争霸赛，今年就由高贵的联盟来对抗勇猛的部落。最先收集到食材煮出辣酱的那一队就是赢家。比赛正式开始。先别煮到烧焦喽。啊，是炖煮辣酱的迷人香气。烧焦喽！
上一定能增添风味。超出范围了，这样一定再加几滴药材，小心别煮到烧焦喽。获胜，那真对味。